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看下面偈送。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，专求净佛土，必成如是刹。 阿弥陀佛的开示，就说到这一首寄送。乍一看，这首寄送好像和前面的有点雷同。字面上看，这首寄送的意思不难懂，其实它别有深意。前面两句。 是劝我们离相，通是没有障碍，有障碍就不通。答是明答，对于事实真相彻底明了，明了到极处就是答。前面说的一切法。 着重在相上。这里讲的是性，通达诸法性。性是体，一切诸法的本体是什么？是空，是无我。这里说的空，是二空真如。 真正通达我空、法空，真正通达者，于我法决定不执着，心是清净的，心没有染污。刚才提到二空真如，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词。 二空真如是指我空真如和法空真如二成圣者悟人我空无之理，明人空、我空、生空，悟后所证的真如境界，即。 我空真如，菩萨悟法空之理，悟后所证的真如境界，即法空真如。凡夫把五蕴假合的身，认为是我，并且还认为真正有一个能自主。 能做主宰的人是我，这就叫人我。如果你能了达这个身体，不过就是五蕴的假合。实际上，这个身体每时每刻都在那变化，一天天走向死亡，最后是一堆灰。 而且，也没有做主的人。谁都是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遇人言无二三。你能做得了主吗？你若能做得了主，就没有那个不如意事了。能做主，就不死了。 谁做主让自己死？不可得。阿罗汉破了人我，不受凡夫生死了，却还固执有个实法，有涅盘可证，有烦恼可断，就称为法我。要认识这些法，也都是。 因缘所生法，缘生故有，缘灭故空。没有自体，这是法无我，自性寂灭，体不可得，故云空无我。空，它不是物质现象。 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这三样东西统统都没有。这是自信。自信的本体。它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一切万法都是依他而出现的。 没有他就没有万法。所以，他是万法的本体。万法是生灭法，他自己不生不灭，所以佛称他为空无我、无我的意思，不可得。唯有不可得。 才能得一切法，与一切法通达外。所以《般若经》上讲，总结一句话：“般若无知。”下一句说：“无所不知。”般若是什么？ 般若是自性里面的一部分，自性具足。第一个就是具足般若智慧，无量的智慧。智慧的体是自性，自性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叫自性空。你问他，他什么都知道。 它起作用，能生万法，能解释万法，能明了万法，这是智慧起作用。我佛家讲我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是人我，人我凡夫不了。 五蕴和合假现有我之意。妄认实有自主自在之人，能常主宰世名人我。这都是把这个肉身当做我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五蕴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叫五蕴。 色是物质现象，肉体里面的器官、细胞，这都属于色法。跟色法相对的是心法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心法。有色有心，心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不是物质。 没有物质现象，受是感受，你有喜怒哀乐的感受。想是思想，行，行在这里是继续不断，前念灭了，后念生，它不中断，叫行。时。 是含藏种子，这都属于心法。阿赖耶的八十种子，我们做过的事情能记得，为什么？十十就是我们的记忆，十范围非常之大。我们不是这一生一切造作，像档案库一样。 无时间以来，我们所造作的一切业，都在里头。所以，你只要真正解脱了，正得阿罗汉，知道过去五百世；不但知道过去五百世，也能知道未来五百世。未来还没有来，怎么知道？ 阿赖耶里面的档案，那是因。从那个地方就能知道未来的状况。所以，智慧对于宇宙、人生、万法的通达明了，不要去学。科学家是学来的，学得很有限，学得好辛苦。 才知道那么一点点，不要学。所以，佛跟中国传统文化都很高明，教我们什么开悟，悟从哪里来的？悟从清净心来的，从平等心来的。清净心是定，平等心是大定。 阿罗汉所修的是清净心，菩萨修的是平等心。所以，阿罗汉只是把执着放下，他还有分别；菩萨分别没有了。为什么不能执着？为什么不能分别？因为它是假的。 你分别执着还是假的，假上再加假，你什么时候能见性？见不了性，必须放下。阿罗汉放下了执着，他还有分别，再把分别放下，他就是大菩萨，三贤菩萨，大菩萨。 三贤菩萨，再把无名放下。无名是什么？无名是动，就是一念不绝。这个放下，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不必阿弥陀佛加持。 他也生十报庄严土，他要不到极乐世界去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他将来往生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报土，报身佛居住的地方。明心见性靠什么？ 完全靠界定慧，不需要科学的工具，也无需要科学知识。你定到了一个程度，你眼界就打开了。那一个程度就都见到了。阿罗汉的天眼，能看三千大千世界，看得很清楚。 如同眼前所见的，华严告诉我们，法身菩萨、原教出入菩萨，他就不只看一个大千世界，他能看几十个大千世界，几百个大千世界，几千个大千世界，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。 也就是说，十方三世在禅定中，时间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，我们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们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统统在当下，同时看到。 所以，大乘教里头不但有高等哲学，现在我们知道它有高等科学，不单是高等，究竟圆满的哲学、科学，在佛经里面，方东美先生早年告诉老法师，佛经哲学。 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。今天，我们看量子力学成就就知道了。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，是现代科学的最高峰。最高峰科学还没有达到。我们学佛。 要明白一个基本的理念：佛教是教育，佛教在教我们什么？这个问题，我们一定要弄明白。佛陀教育最低的讲阿含，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，到鹿野苑。 为五比丘说法，就是讲到阿含。阿含是佛教小学，他的教学内容偏重在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，圣贤教育里面属于初级的范围，小城 修学期限十二年，佛教小学是十二年，十二年之后往上提升，佛讲方等，修学期限八年，这是佛教的中学方等，方是广之意，等。 是“君之意。世尊五十说法的第三十，广说藏通别原四教，君毅力顿之机，故名方等。世尊因见闻法的人，都已得到坚定的信心，于是。 大小乘并说，往往在说法中贬义小乘，褒赞大乘，以引起钝根者持小目大，促其进取菩萨位。八年中曾讲过《胜曼维摩等经》。 八年之后，佛讲般若二十二年，这是佛教的大学，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最重要的阶段。般若就是智慧，但它不同于一般所说的聪明智慧，而是能使人。 能如实之见一切事物自性本体的真智妙慧，般若有三种，称为三般若，即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。最后八年。 讲《法华》，这是佛教的研究所，是把学般若的这些菩萨们再提升到成佛。中国古大德赞叹成佛的《法华》，开智慧的楞严，楞严是智慧，《法华》是成佛。 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事情就是办学教学，没有休息过，没有放过假。他以身作则，做出榜样给大家看。榜样做得好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许，功名富贵有。 他是王子出身，他要不出家当国王去了，统统放下。十九岁放下，放下烦恼障；三十岁放下所知障，不求学，不再参学。在这之前，十二年。 印度所有的宗教，他都学过；所有哲学的学派，他也学过。结论是：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三界就是轮回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所以放弃。十九岁放下烦恼障。 三十岁放下所知障，毕波罗树下入定，在定中大彻大悟。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谁教他的？他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没有，他所教的这些初级。 中级、高级研究生这些课程，全是自性里本有的。慧能大师说的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”见性之后，自性里流出来的本自具足，外面求不到的东西，所以。 心外无法，心外去求法错了。法从哪里求？从自性里求。所以，佛说的那些经，是给你当参考资料的，你可别认真。你要认真在经里面求，错了。经里头什么都没有。 起作用，什么都有，妙极了。这一段话意思很深，不太容易懂。继续往下听，说不定你会顿悟的。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就是具足世出世间一切法。 注意，一切法，一切就是所有的意思，一法不落，全都在自性里头。见性以后，哪个法你不知道？你不求明心见性，搞这些个那些个干什么？怎样明心见性？ 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来了。他的师傅教他一句法，那个法是什么？那个法是明心见性的法，用念佛的方法，把自性念出来。所以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诸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” 为什么无有高下？每一个法都是帮助你明心见性，所以它平等。一切法见性之后就流出来了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性流露。佛佛道同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 阿弥陀佛所说的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没差别。你见性了，你马上跟他们平等，站在一条线上。这是佛陀教育，跟世间完全两样。中国圣贤教育跟佛差不多，到最高的境界。 也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他要不见性，他说不出来。老法师说：“我们中国文字最初创造文字的，不是诸佛再来，就是法身菩萨。为什么？他能帮助你见性。” 中国文字，你要深入心地清净，看到那个字会开悟。老法师举“思”“想”两个字为例，“思”心里有分别了，心上面一个田，画格子，分别了，“想”。 有相了，有妄相。你想那个相，所以想。心上有相，思心上有分别，想心上污染了。相是染污，思是分别。这个，如果不是法身菩萨，谁知道？ 我们再看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《四库全书》《经史子集》，特别是里面的经，经跟佛的境界很接近；子书是菩萨境界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在子书里头大成经的教学。 方法理念相同。佛法讲看破、放下，从这儿开始；儒家讲格物、致知，从这儿开始。格物就是放下，致知就是看破。看破是什么？了解事实真相。 然后，这事实真相也别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自性清净心里什么都没有，才生智慧。如果有这个东西，就是所知障，把佛法变成所知障，那佛菩萨就喊冤枉了，教你的东西。 明白，可别放在心上。心决定是清净平等觉，所以佛法修什么？本经经题：清净平等觉。因智慧大成无量寿庄严，是果报。 福报、大智慧、大福报，福报从哪里来？从智慧来的。没有智慧，哪来的福报？佛法、福慧双修。身为中国人，得天独厚，这么多明心见性的古圣先贤。 来教导我们，我们要知道珍惜这个缘，好不容易，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东西，要守住老人的规矩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我们要发心做专家，不做通家。 实际上，专到极处全通了。为什么全通了还做专家？给芸芸众生做个榜样。从一部经理开悟，悟了之后全通了。你要是学很多东西，学杂了，学乱了，把你的悟门。 堵死了，你所学的全是知识，你没有开悟。佛告诉我们，经典没有意思。你怎么可以求经？这什么意思？那什么意思？没有意思。起作用的时候，别人来问的时候，无量意。 十个人问你，十个讲法，没相同的，活的，一个意思，死的，这是佛法难处，也是佛法容易处，难易是一，不是二。顺畅了很容易，不顺畅就很艰难。 我们现在学佛这么多年，经没少念，佛没少念，怎么就不见什么效果呢？原因各有不同。先不说别的，就说人的脾气吧，人的脾气怎么那么大呢？现在的人心。 用两个字来说，一个是浮，一个是躁。浮躁的心能清净吗？不清净能定吗？不定能开智慧吗？不开智慧能明心见性吗？不明心见性能成佛吗？ 成佛不是迷信，是觉悟。看看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学佛人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一大堆，看什么人都不顺眼，干什么事儿都不情愿，天上掉馅饼。 直接掉到嘴里才好呢。只想索取，贪图享受，不想奉献。在他那里，只有人人为我，没有我为人人。烦恼习气，让你在轮回里永远在那里转转，还不要紧。 你在这里有喜欢的，有讨厌的，这就发生对立，就造成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苦不堪言。如果遇不到佛菩萨帮助，多半是恶念多，善念少。六道里遇到恶人多，善人少。 恶缘多，善缘少，一事比一事严重，每况愈下。最下是无间地狱，罪受完了之后，才往上升。那个受罪的时间太长了。佛经上的话，我们要相信。 三途一堕五千劫，太可怕了！不是几十年、几百年、几千年，是几千劫呀！这些事实真相了解了，对眼前这个机缘，你就会拼命抓住。极乐世界，我非去不可。 这个地方什么都不要了，每天能吃饱，能穿暖就很满足了。一心念佛，我就干这件事情。不管干什么工作，都不离念佛。一定是工作不爱念佛，念佛不爱工作。 时时刻刻，分分秒秒，不可忘记念佛。关于人我，就先说到这儿。下面说说法我。第二个是法我，二者法我固执，诸法有实体，有实用。 是名法我，这是对外面的环境而言。若了达诸法，但从因缘生，跟身体一样，实无自体。是名法物，小成为物人我。 菩萨两种物都证得，都明白了。所以大乘教里说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对佛法不再执着了。对佛法不执着，最大的一个好处，心定了。像海贤老和尚。 一生就定在“阿弥陀佛”四个字上，他就证得了究竟圆满的佛果，真的成佛了。这个法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，但是很难相信。你真相信，真能一生成佛？菩萨。 则二无我皆悟，二无我，人无我，法无我。这两件事情，他都明白，都搞清楚，也都放下了。大成一章一曰：“空欲无我，眼目之意。空是眼见的。” 无我也没离开眼见，所以是眼目之意。空是相，是真相，无我不再执着有我了。下面说：盖眼欲目虽是二名，实为一意。空欲无我。 亦复如是，说空就是无我，说无我就是说空。一个是人，一个是法，人法二者俱不可得，都是属于幻象，没有真实具体东西存在。这是很高的智慧。 一般人见不到。一般人指多大范围？指的是六道。六道包括二十八层天。这二十八层天里有欲界天，有色界天，有无色界天。这些天人比我们聪明。 虽然聪明，他对这件事情没有见到真相。谁见到了？阿罗汉见到真相了。小乘四果四相，除出果相没证得外，其他的都证得。出果须陀环。 他放下了五种贱货。身见放下了，不再认为身是我，身不是我，身见放下了。第二种，边贱放下了，边是二边，人我是二边，真妄是二边。 凡圣是二边，善恶是二边，邪正是二边，这都叫边界。换句话说，二边是对立的，边界没有了就没有对立了。这个好，为什么？人世间边界的过失。 非常严重，就是对立。我跟人对立，善跟恶对立。那为什么菩萨没有对立了？因为菩萨知道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我这个身是虚妄的、假的，别人那个身。 也是虚妄的，也是假的，跟我没有两样。所以，身见放下了，再不执着这个身是我；边见也放下了，事出世间没有对立了。对立从哪里来？对立。 是从误会里产生的，没有以为有，从这儿产生的，它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至于见取见、借取见，这两种，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成见，某人成见很深。 执着自己认为对的，或者执着自己认为不对的，不外乎这两种。戒，从因上讲的，见是从果上讲的，都不是真的。最后一种叫邪见，凡是不属于前面四大类错误的。 见解、错误的认知，都属于邪见。这五种贱货统统放下，没有了正德虚托，正的虚脱环我们知道，一切空我、我法二空，我们的心就清净，就会把事出世间。 一切法放下，不但体空，相用亦空，无智亦无德，都是假的。我们同学们很多人也会说：“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”但一天到晚的争名夺利，一样也不肯放下。 既然知道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为什么还拼死拼活的争？不明理呀、啊，真相没搞清楚啊，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。我给大家说说两个争官位的例子，真人真事儿。某中层干部。 竞争一个领导职位，他自己认为这个职位非他莫属。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，公正的说，这个职位很适合这个中层干部，他有这个能力。两个月后，竞争结果出来了。 这个中层干部落选了，过了不长时间，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，他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气死的。真的气性很大呀，气死了。我说人啊，人啊，怎么这么想不开呢？ 难道那个官位就那么重要？真是宁舍命不舍官呢。第二个例子，一个公司的老总要退休了，几个副总跃跃欲试，暗里明里较劲，争这个正位。 一个四十岁刚出头的副总，如愿以偿了，就等着下令了。升官了、啊，喜事啊，高兴啊。亲朋好友、同学同事，轮番聚会，吃啊喝呀、啊，庆贺升迁。下令的前一天。 又一次聚会，当场喝死了。更确切一点说，是乐死了。虽然官位争到手了，可惜没做着，一次都没做着。两个真实的例子：一个官位没争到，气死了；一个官位争到了。 乐死了，谁失了，谁得了，两个都是可怜民者。我经常说，命里有的跑不掉，命里没有求不来，就是利用种种手段勉强争来了，一是保不住，二是。 后面跟着祸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你的，你没有那么大的福报承受。听到这里，有同学可能会说：“刘老师，你怎么还信命呢？”我告诉你，我真的信命，但绝不是迷信。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我。 人要认命，命里有的跑不掉，命里没有求不来。我这一辈子没争过，没求过。在第一集里，我说了这样两句话：我两手空空，一无所有；我两手空空，无所不有。有多少通修？ 听明白了这两句话的意思，我不知道。我认真读了所有留言，好像没有人提及这两句话，也可能是我看的不仔细，漏掉了。关于人我和法我，今天就讲这么多，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讲明白。 也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听明白的，怎么办？千万别抠名词术语，也千万别去琢磨这个是什么意思，那个是什么意思，没有意思。佛的真实意是不可思不可议的，是妙不可言的。有同修。 可能期望老师给我们一个抓手吧。那好吧，下面这几句就算是大家的抓手吧。佛法不着有，不着无，有无亦不着，非有非无亦不着，不着亦不着。 这几句话念起来有点像绕口令，但连续念，心会清净。试试看，说不定念着念着你就开悟了。我们今天要着的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这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。 这几句话要记住：为什么真谛、俗谛、俗谛是假的，不可得；真谛是真的，也不可得。天地同根，万物一体。《金刚经》说的：“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。” 修一切善法，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：无我，亦无人，无众生，就是众生代表万物，一切因缘和合,合而生的。在二千二百四十兆分之一秒波动之下。 统统不可得，有没有？统统有，不可得，所以不能执着。不执着，就回归自性成佛了。是故十方正是深达法空，达是通达，这个通达。 不是浅，很深。知道万法皆空，知道了怎么样？专求佛净土。专求佛净土，必成如是刹。佛劝我们万缘放下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 心上放什么？心上放极乐世界，心上放阿弥陀佛。念佛求生净土是真的，是大事，其他的全是假的。念佛放在第一，这是我们这一生中的头等大事。其他的事要不要干？ 随缘是好事，是重要的大事，要干；不是重要的大事，可以不干。什么是重要的大事？报佛恩是头等大事，报祖宗恩是头等大事。没有祖宗，哪来的我？没有佛。 我们怎么知道有佛法？知道有极乐世界？知道有阿弥陀佛？佛对我们有大恩大德，怎么报都报不完。祖宗对我们有大恩大德，怎么报都报不完。现在到我们回头的时候了。 到我们认祖归宗的时候了。我们学佛人常常听到“续佛慧命，为往圣继绝学”这个呼号，不是讲的今天的状况吗？这是大事，不是小事。我们可以这样问问自己。 你在人世间这一生，你想要什么？想必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这样的：要幸福快乐的生活，要家庭和睦，要事业顺利，要社会安定，要国家富强，要天下太平。这些。 能不能兑现？能？怎样兑现？佛大智大慧，古圣先贤大智大慧，他们有智慧，有道德，他们把离苦得乐的方法早就告诉我们了。怎么告诉呢？佛有佛经。 祖师大德有诸多论著，我们智慧的老祖宗把这些好东西做成教科书，流传给后世。中国，我们身为中国人，得天独厚，全世界几百个族群，只有这一个族群懂得教育，建国军民。 教学为先，我们把教育做好，做成功，流传给后世，流传给全人类，让这个地球永远没有战争。我们学佛，虽然离相，还要修善，专求净佛土，必成如是刹。 这就是修善，一定要专心愿求西方净土。净土怎样求？从清净心求，心净则土净，都是讲的心地功夫，然后才能成就西方极乐世界。回向偈云。 庄严佛净土，佛土凭什么庄严？就凭这句佛号功德，以清净心庄严西方极乐世界，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心，以及十方往生大众的清净心所庄严，所以。 它是清净心所成的刹土。只要我们专心求生净土，就一定会得佛受记，往生极乐刹土，不退成佛。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